你好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系马欣啲特系，你今年几多岁啊？我今年系39岁，你结咗婚未啊？我结咗婚特系，有冇小朋友啊？我冇小朋友啊，咁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啊我有一个姐姐同埋一个妹妹。？OK，咁你以前喺香港做几多年啊？1年2个老板，第一个老板喺边度啊？第一个老板系住喺粉岭，同埋第二个老板住喺乐富。第一个老板照顾乜嘢啊？第一个老板做照顾小朋友，系小朋友几多岁啊？2岁同埋6岁。哦，OK，咁第二个雇主咧？都照顾小朋友，4岁同埋8岁。OK，咁你识唔识啲中国餸啊？我识少少，食啲咩餸啊你？随心，最清淡，最西兰花、芥兰。OK，买餸都平时自己买餸系咪系，？OK，你经唔经搞啊？我听到啊，你经搞，咁你都有试过喺新加坡系咪？系，哦，咁喺新加坡接过乜嘢啊？整个只屋企同埋小朋友，但系小朋友系睇仔送翻学同埋其他啲嘢。哦，OK，咁你都识讲英文系咪？Yes，识。哦，OK，唔该晒，拜拜，仔仔。拜拜。拜。